罗东镇公所邀请各界参与植树节活动，镇长吴秋林感谢县长林姿妙在任期间鼓励罗庄樱花志工打造美丽的樱花步道，成为植树护林最好的见证。看到很多很多的咱家乡亲是大来准备要来啊，咱工作团队已经到位啊啦哦，啊，够咱家乡亲是大拢要来准备今天的这一个咱的植树节的践行活动，所以伫遮感谢恁大家。那希望呢，今天的这个活动哦，你看桃天也很帮忙啊，这种天气最好最适合践行了哈啊，所以希望大家给他以我们的植树节的活动都能够顺利圆满。地球一个年龄，所以呢，咱一定爱护地球，和咱大家的健康持续。啊，宜兰县呢，哎，当讲很主席在这当中，我们呢，哎，当讲咱大家知影讲，咱的没有污染，这就是咱上盖赞的。啊，尤其是咱的啊，罗东镇即卖呢，由咱的这吴秋林啊，咱的吴镇长呢，啊，会当讲，佮咱继续佮咱保护。啊，相信呢，啊，县政府啊，咱罗东镇公所，咱拢会同齐来拍拼，啊，拼出罗东的好生活，啊，拼出宜兰的好生活，啊，这会当讲是非常的重要。你有感觉到空气的美好吗？双手下来，右边肩膀，右边，左边，再多一点。Right. 我希望呢，你的身体再柔软一点。好，双手打开，吸气，吐气。好。在韵律老师的带动下，县长林姿妙与镇长吴秋林和参与植树节活动的民众一起热身活络筋骨。来，万句，跟旁边人拍手。有跟旁边拍手了吗 ？OK， 很好。跟你的朋友拍手，给自己鼓掌，也给对方鼓掌，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六，往前，右脚，左脚，举起右手，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将身体动起来，热起来之后，接着贵宾们鸣枪，带领一两千位民众迈开步伐，展开健走。植树护林，守护台湾，赏樱健走，大家一起来。来到罗庄樱花步道，民众夫老西幼全家人一起出来运动，一旁则有县长林姿妙为大家加油。步行在樱花步道，两侧花木扶疏，大排水沟清澈的河面，有樱花树的倒影，景色优美，心情愉快，脚步也显得特别轻快。很快的就转向另一侧步道，吴秋林镇长在这里和镇民打招呼。哦，谢谢。小朋友也来了，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好。早晨的践行不仅有樱花相伴，花树下还有小朋友参加写生比赛、席地创作，景色美，气氛佳，是推动植树护林最美好的成果。来，加盟。加盟的排队美食是犒赏完成健走的民众最棒的美味了。除了东安社区提供好吃的姜梅之外，罗东在地小农市集也是热闹滚滚，农民热情地向喜爱植物的民众推销在地农特产品。
台上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精彩的演出，再次吸引大家的目光。主办单位罗东镇民代表会感谢各界参与植树护林活动，让罗东小镇显得更生气盎然，活力十足。真感谢这次办的活动啊！咱公所啊，甲所有这志工真拍拼认真，所以讲今仔日所办的活动，其实讲到转来，咱的项目太侪，有写生绘画啊，等等，点样拢有啦。啊，其实讲到转来，主办单位嘛真苦心啦。啊，为着要照顾这讲比较寒冷的啊，腹肚会枵，所以有主办减梅。啊，主题是我同安食苦素，这几工到三工，所以讲啊，今仔日来个这参与的现场啊，我相信大家有吃过你啊，啊，一举双得哈。林务局罗东林区管理处长期推动以绿树守护台湾，延续岛屿的绿美化工作，鼓励罗东小镇积极复制樱花步道的成功案例。打造罗东成为花园城市。罗东其实有机会做一个花园城市啦，就是花花较侪，甲咱即马伫讲诶。所以咱即马第一条边讲罗庄排水啊，第二道、第三条都一样。啊，林管处愿意来负责这个苗木的培养、花木的培养，来提供不管咱伫社区也好，啊，那荷花也好，甚至咱的家户，咱一年一年安尼来做。我相信咱罗东对市会做出比别人更较好的这个美丽化这个。罗东林区管理处专业人员来到现场，指导大家正确的植树方法。民众只要以3张108元的发票，就能够兑换一株花类植栽。民众大排长龙换植栽，要让自己的家园更美丽。植树护